本场比赛哈登四次吃到进攻犯规。赛后麦克德安东尼说，我不会碰这个话题，就这样吧。被问到和裁判说了什么，德安东尼说，我要看看他们周末会怎么说。比赛最后阶段，保罗德安东尼连吃几次，基本放下了比赛。保罗谈到裁判 Scott Foster 说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，我以前已经跟他和联盟碰过头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做。而哈登本人称裁判 Scott Foster 粗鲁傲慢，已经变成苏联恩爱，他不应该再吹火箭比赛。